主料：芒果肉100克，蛋黄1个，细砂糖52克，纯牛奶120毫升，淡奶油75毫升。辅料：柠檬汁 7.5 毫升，盐、香草精 1.25 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食材集合：柠檬汁、奶粉、芒果、鸡蛋等等，将蛋黄、细砂糖、牛奶全部倒入奶锅，并搅拌均匀，小火加热，不断搅拌，到奶快要沸腾的时候立即离开火源，加入大奶油，搅拌均匀，加入盐，加入香草精、芒果曲果肉，在料理机中打成芒果泥，在芒果泥中加入15克细砂糖，加入柠檬汁，搅拌均匀，放入冰箱冷藏一小时，将奶油不倒入芒果泥，用打蛋器搅打均匀，放入冷冻室冷冻，每隔半小时左右搅拌一次，握打了5次，随后冷冻一夜。第二天冰激凌就做好了，挖球开吃。烹饪技巧：搅打次数越多，口感越细腻，手动打蛋器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